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想一个问题。我每天都很努力帮他们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们却几乎对我视而不见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他们做不了每天同样的事情了。知道了，我早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空气，无处不在，又不必记起。原来是我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味、更便捷、更干净、更安全。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，而不是被时刻铭记。忘了我，享受你的生活。